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Hey, 大家好，我是有感笔电。今天我要来玩的一个游戏叫做《周夜医院》，它是 Roblox 的一个角色扮演游戏，而且还是医院类型的角色扮演游戏。Wow. 这游戏一个特别的地方是，之前被人诟病说他们出了一些很奇怪的更新，比方说这个癌症更新。现在这游戏里面正是有癌症，你可以角色扮演你是个获得癌症的人。还有怀孕更新，你可以在这游戏假装你怀孕了，就不知道这游戏到底在干嘛，我从来没有玩过。我们现在来继续看看，一开始进去游戏之后，我可以选择角色扮演哪一种角色。病人好了，一进来就看到有人在聊天室说：“你知道你女儿有癌症吗？她得的是肝癌，不过好险，现在是第一期。”哇，我不知道还有中文玩家在玩这游戏。为什么你要说别人女儿获得癌症？我们现在进去这医院里面看看吗？我现在是一个病人，但是我还没有想好我的病是什么。为什么有人要再找我了？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病。喂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没病啊 ，bro。Oh my god， 我这被载到病船上面了。嗨，你真的是医生吗 ？What？ 那是小狗吗？为什么下面有一个人在这边走 ？What？ 那是什么？那是狗吗？啊，哦，这是个人呢。为什么他这么小一只？OK， 我们还是先按照正常的程序来挂号一下好了。先回到入口，好多人。What？怀孕了，你们看到她肚子凸起来吗？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大厅，我们要在这边挂号才对吧？跟培根头一起来排队，这边感觉没有任何人，然后这位医生又想把我带走了。哦哦，他骨折了，培根头骨折了，这边有人需要帮忙。哦，培根头又被带走了，反应真及时。另外一只小猫猫，这边有一只小猫猫在，哇，好可爱！这边一只猫猫在载着一只猫猫，是他的小孩吧？太可爱了吧 ！OK， 这边总算有一位医生了 ，Doctor 星期三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这个人会讲中文吗？我想要做身体检查。你好，你刚不是才说的是你好吗？他只会讲你好吗？我可以做身体检查吗 ？OK， 他要带我去做身体检查了 ，Let's go， 身体检查。身体检查，我们有专业的医生要来帮助我检查我的身体。X 光房间，他还蛮专业的嘛。我来滑一下手机后，然后再喝一杯水。拿下我的泰迪熊。等一下 ，OK。哦，他开始在看笔电 YouTube。他说：“啊，这个人是一个 YouTuber 吗？”哦，他跌倒了。他说他跌倒了。哦，哦，抬起来了。看起来我们要做扫描了。Oh my god！这机器越来越接近我了，好恐怖。我可以喝水吗？医生感觉在检查我的扫描结果。医生，我的身体还好吗？还好，但我觉得我有癌症。乱讲一通。然后现在医生要载我离开了。哎，那个恐龙狗医生感觉更专业一点。他说你应该得的是流感，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。哇哦。为什么我的身体还好要来 ER 房间？ ER 房间是 emergency response， 急诊间呢？ What？ 他在帮我接血？为什么我要输血？他把输血完之后又把我载到病床上了。这医生在这边绕来绕去，他感觉不知道自己要在做什么东西。我有什么病？哦，他还在帮我输血，旁边都是我的女朋友吗？他来看我了。Nope。哦。分手了为什么我要输血？看来医生在 Google 查答案。拜拜。哦，医生拒绝解释更多，直接离开了，留我一个人在这边输血。我拿起我的手讯私讯那个感觉比较专业的狗狗医生。医生，我需要帮忙，请问你现在在哪里？我来了，狗狗医生。哦，我要逃离这里了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大厅，我在大厅。哎。好，我的狗狗医生来了。哎 ，OK，Yes，、okay. 恐龙狗狗医生下来载我了。哪里不舒服？我自从看了有感笔电的影片，全身都不舒服。好，干掉他！什么？为什么干掉我？喂，等一下，我没刀啦！等一下，不是没刀的问题吧？是本来就不能在医院里面随便杀一个人。What the？ 哎，这个人直接拿出一把枪了。救命！他有枪。那么我想你应该看个精神科。OK。因为你有病。Bro， 还有笔电的影片那么好看，看了有感笔电的影片不舒服，你真的有病好吗？如果你没有病的话，现在就帮这影片按下个喜欢，跟考虑订阅我的频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医生说的，要听医生的话。看来你应该去冷冻一下。啊！
no， 这是这尸体肩膀。我可以离开吗？我有一个人被点过来了，狗狗，他们还活着吧？我变好了，我变好了。油甘笔电的影片很好看。OK， 他载我出去了 ，Let's go！ 看来刚刚那是医院的地下室耶，好恐怖！我不知道地下室还有这个长时间，那你走吧。谢谢医生，我在 Google 地图留这个枫叶医院五星评价好吗？我们现在去这个医院外面看看，这感觉医院外面还有东西可以探索。哇哦，远方就有个救护车着火了，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？Hello。我升到十等了，哎，我可以成为医生了耶！哇，我这边救护车车祸发生车祸了，不过看起来应该只是被救起来了。看起来左下角这微笑脸的地方，可以让你选择你有什么病症，真变按下去会怎样？没有怎么样，失明。失明的话，所有画面都会变模糊。那妈妈的话呢？我的妈妈的话就是可以让你怀孕。Oh my god， 这个画面看起来有够 curse， 有够受到诅咒的。No， 第一名。哦，这一个月对不对？然后两个月、三个月，然后这四个月为什么爆？哦，第四期了。OK， 那我就先让我的肚子留第三期。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看。Hello， 我才刚走过去，就有医生看到我，然后就直接瞬间死掉了。I need help， 看到我肚子吗 ？Hi there， 我不知道我是吃太多还是怀孕了，小姐。哦，他把我站在轮椅上面了。哎，这边看起来已经有人了，这个窗帘都是合起来的，载我到另外一个房间了，可以帮我检查看看了吗？对，我的宝宝好一点。完了，他帮我检查了。Oh my god， Do I have baby？ You have a baby？ No way！ What now？ Lay down。为什么他跟穿医生穿跳起舞了 ？Oh my gosh， 他在帮我打针呢，拿起手术刀，我不真的不知道他要干嘛。为什么一个人突然跑进来了？他是谁啦 ？Dumb！ 哦，宝宝跑出来了 ！Oh my god！Thank you！ 是男的女的 ？It's a boy！ Give me my baby here！ Find it！、啊、我刚问他怎么拿我的小孩，然后结果他就说找到他，现在把我小孩藏起来了。不过看起来我们是生小孩成功了。原来这就是在枫叶医院怀孕的一个体验，各位。我还可以变得有癌症吗？我按下癌症，但是感觉没什么区别。你是有感不电啊？我是有感不电本人，没错好吗？电梯有四层楼哎。二楼是什么地方？看起来是给小孩的地方。三楼不知道什么。这感觉真的是个蛮齐全的医院，什么地方都有。舞厅，这是我想的舞厅吗？这可能是翻译怪怪的，我不知道舞厅为什么里面是医院。但是我可以换病人的服装 ，OK， 我换个病人的服装好了。还有顶楼哎，恶心 F， 它应该是顶楼的意思。哇，顶楼还有直升机，先回到一楼看看。医生，医生，怎么了？我需要检查。好，跟我来。OK， 我觉得我有癌症。What the？ 他可以看到我所有的骨头哎。哦，看起来我被放在轮椅上面了。他帮我输血了，他把血输到我的机器手上面。先抽血，要帮你化验。你好专业啊，医生。我十分钟后回来。好久，十分钟后我的血全部都被抽走了吧？抽血的同时，不要忘记健身一下。哦，原来婴儿在工具里面，我还可以制定帮宝宝取名字，所以这是我刚刚生下来的宝宝，我终于找到了各位。哦，你要把婴儿制定还需要花 Robux 才行，我还是把婴儿丢掉好了。哦，医生回来了，有感到不舒服吗？头晕、呕吐、想吐，我是讲的怪怪的，血好像都被抽干了。那你先躺着 ，Bro， 你刚刚抽太多血了，那我帮你用叉叉叉。啊抗生素检验结果怎么样？我有癌症吗？你有癌症？ No！ 我还可以活多久？医生，我还没有达到百万订阅，我不能挂掉。这个不好说，早知道就不要浪费时间，一直在玩 Roblox。你可以治好我吗？我们现在只能利用药控制你的病情。今天是我人生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了。我刚怀孕得到一个小孩，然后就发现自己获得癌症，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体验到。
没想到我现在就获得了癌症，带我去化疗吧。为什么游戏创作人要做癌症更新？在他们做癌症更新之前，癌症是不存在的，现在癌症存在了，我连我获得什么癌症都不知道。看来起来我们现在要动手术了，各位现在就帮助我们按一个喜欢，祝福我手术成功吧，加油医生。有好多护士来观摩，你不会死的，放心。谢啦陌生人，他是谁啦？哇，他在敲我的癌症了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头光了啊！这就是化疗的后果。好了，你要住院，我还可以活多久？医生，我还有宝宝要照顾，我现在跟宝宝一样都是光头。要我们跟着医生去住院，你就住这吧，好好休息。看起来我们就是得好好休息了。手术过后好好休息，希望我们可以战胜癌症。OK， 各位，那我看是差不多这部影片了。枫叶医院，各位可以让你体验怀孕、得到癌症或骨折，或是你当医生去治疗别人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吧，然后可以考虑订阅我频道。每周一、三、五看 BDN YouTube， 我是干 BDN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